现在你要吃什么？哇，阿咪有来耶，厉害，对，还有音效，讲完之后拍啪嚓一声，哇，太好了，如雷贯耳。我们这边有郭靖，哎呦，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有在这个啊，看到我们的新专辑唱片一出来就狂销热卖。我的第五张全新专辑叫做《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》。啊，你们今天是露，今天对对对，今天是天龙第五的。哎呦，厉害！好不好？我们这里有戏，送新专辑了，新专辑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天哪，黎明之前。在三峡的桥上唱一下，感觉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真的，真的不用，死了都要唱，真的不用。现在你要吃什么？本周开场地点就是充满风景名胜与古迹的三峡地区，必游景点清水祖师庙有超过240年的历史，不仅是当地信仰中心，更是古迹中的古迹。而三峡老街创始于18世纪中，建筑特色融合了洋楼风格元素、日式家纹以及汉人文化图像，目前风貌大致上保留日治时期的原貌哦。现在你要吃什么？游戏规则。制作单位指定一道当地美食，两队携带含有当地10道食物菜单，出发寻找路人点菜，哪队先让路人点到指定美食即可过关，获得奖金10000元哦。欢迎小天使，哦，好多小天使啊，对对对，小天使啊，不是啦，是你啦，是你，对对对对对，厉害了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小天使，我叫永兴，今天的指定美食菜是丁哥怀旧烟囱饭，板子拿出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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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个现在有两，今天有两个菜单，一样是 A 菜单跟 B 菜单。那 A 用什么方式来那个？人气大比拼呐！哦，郭靖跟那个信两位来比人气，好吧？好。现场朋友的呼声代表我们的胜利的口号，胜的那一队就可以先选。好，那你们先带动你阿信代表。好，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，信的新专辑《黎明之前》，要买的人请尖叫！好，几分贝？先个几分贝？各位，几分贝？我管你几分贝啊？何必假高潮呢？什么？对不对？要就是要真心的来。摇滚的，靠这边了。好，我晚上也要哀吼。我上面啊，你啊，你敢蒙啦？你啊，你蒙，我上面拍水啦，这不无哀啊？最后对的，对算计出来，我讲。笑脸开讲。郭靖漂不漂亮？吴宗宪帅不帅？我们有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麒麟献瑞嘛。哎，没有，我们有这个，有个献嘛。君子之争，先握个手。来来来，握个手，握个手。哦，对对，不错。咱们当仁不让啊！啊，你有爱我不？哇！没带跟你人离婚吗？哇，没带哦。哎呦，是嘛？人拢叫伊让的啦，那人叫人离婚的啦。叫阿信好不？冒，好激动啊！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今天 A B 菜单都是来到三峡莺歌必吃的美食，到底县县队拿了含有麒麟献瑞等吉祥美食的 A 菜单会如愿获胜呢，还是高人一等的 NONO 队会延续上周的好运连庄赢得今天冠军呢？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后面就是我们的三峡祖师庙？是吧？有这个地方啊，有没有常来啊？其实没有哎，没有常来啊，没有。哎呀，那你就太外行了。哎呀，三峡老街啊，算是台湾啊最重要一条老街，是有淡水老街和三峡老街，所有人啊，有人在呼叫，你们孩子，你好啊，小朋友。啊，几点啊？还不回家？哇，不回家，他那个名车的蛋被打肿脸了。小护士被狂殴，你看。啊，一起喊郭靖姐姐好，1、2、3。郭靖姐姐好。小朋友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啊，吴宗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好像是人家逼你们讲的。对啊，这像话吗？你要拿什么给我？太抱歉了，哇！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拿这个，行。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，帅爆了！这一本现在网络上一本要3000块啊，这么贵啊？对啊，因为数量很少嘛。是，这里面啊还有一些我的照片，你看，哎呦，天！
天哪、啊！还有泳装照，我的妈呀！看看看，哇！所以孩子们是粉丝，真的是大粉丝来的。哎呦，厉害了！搞不好是我的亲生骨肉。签个名啊哈！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哇，这个很漂亮，真贵哦！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要问你们一下啦，是小朋友，这里有十道菜，都是在三峡很厉害、很有名的。嗯，你们如果想吃东西的话，你想吃哪一道？麻酱鹅肝。烟囱，烟囱。嗯。那圣诞老公公最喜欢去的地方啊？嗯哼。啊，小朋友。很高很高的地方。很高的地方啊？是哪里啊？这个。哪一个啊？你用手指，眼睛闭起来，用手指好。这个吗？啊？太高了。三峡母宽冰啊。哦 ，OK OK， 好。为什么想吃这个呢？因为它的字很特别，我想要去吃看看。好了，那在哪里有卖母昆冰啊？我们就去找了。好，要不然就问人了。好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指定菜是这个怀旧的烟囱饭。这三峡这附近啊，就是我跟你说，来到这里就有几样东西特别一定要吃的，对不对？这上面都有啊，你看像这种阿婆寿司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三峡活水豆花、怀旧烟囱饭，这随便问大家都会吃这几道菜。对啊，这狗可以进来吗？哎，你好，狗可以逛老街是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哦，黄金猎犬，这等一下你不要说，我摸就知道它几岁了。这么厉害？两岁半。几岁？几岁？这个老一点。五岁。四岁。四岁。我摸一下就知道它几岁。4岁。厉害吧？跟你说对不对？我们这种爱宠物的人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知道他几岁吗？4岁啊！哎呦，你也知道，好厉害哦！刚抢完不是？哎，那边也好多狗哦。狗有校外教学。当然有。阿果校外教学要教什么？那我现在担心的它不会乱冲啊，不会乱咬人啊。可是黄金猎犬很乖，我知道。可是狼狗我就不知道了。最乖的，爱吃的。这一次最乖啊！真的吗？陌生人可以摸它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好。屁呀！最乖最乖的屁呀！他每次都这样叫哎，保护主人啊！真的吗？对啊。保主，可是我没有怎样啊，我只是因为你做不到。那我要怎样？不能这样子。对啊，他这样子，你要恭喜他。没，你以前不是有养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是哦，我觉得你好像以前有养狗。从来不养狗的，对。哎，你要不要过去跟他？不用了，真的真的。啊，你用左手好了，因为右手还可以拿麦克风。你要。多手跟他打招呼。哎，趴在地，趴在地，趴在地。不能这样吗？我跟他介绍啊。可是，是你样子，他不懂。六只你拿了，他会怎样吗？我拿他不会怎样。真的吗？这边的狼犬的领队是哪一位？是你啊？啊，你是校长啊？不是，我是校长的女儿。你可以过来一点吗？可以。对对，因为我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那不是我们养的狗。对对对对对，哇，你们是专门训练这的？这叫警犬吗？应该说是工作犬。工作犬。警犬、救难犬，各个工作犬。是，哎，你们的训练是还没吃饭嘛？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你们等一下这个校外教学要去用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赶快带我们去吃吧。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走，哪边？过来，到了，到了嘛，到了啊！但是只有冰，因为是哪来母昆冰啊？乱哈啦，母昆冰在哪里啊？啊，这里。哦，越是母昆冰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要懂得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打招呼，打招呼。萨瓦迪卡。看起来都是越南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们这里有卖那个母昆冰啊？对。母昆冰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个啊，类似那种，好像那个木偶的木偶，那个是那个会那个吹头的，会火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就母昆冰来一下喽。好。哟，哎呦，那就是发
就是还是干花生珍珠凉粉。哦，这个怎么吃？这个青椒，好大。那个是白色，那个是椰奶。椰奶啊，我喜欢这个。下面这个是绿豆沙，绿豆沙，中间粉红色那个珍珠。它里面那边除了卖冰，还有做指甲。哎。哎，要不然干脆，反正有一手是闲的，好啊，要不然来做个指甲。好啊，大家可以看歌名哦。我坐这边，你坐那边呐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好大一点，好大，来来点鸟粉，来点鸟粉，来点鸟。我有点好像广东话的感觉哦。对呀，我们要先磨指甲哈。啊，磨一磨。磨一磨。哎呦，还抹柠檬啊！一个是这样的。哇。那只有指甲白，我这样会不会很娘啊？稍微点点，稍微一下，会整个做啊？那个往那边泡一下，你会不会整个做完之后才啊？就先喝。哎呦，哎，我有花式的，花式的，这个挖鼻孔应该很厉害。哦。好适合吗？适不适合？好适合哦，很适合哈。老板帮大家给个试试。真的哈，好适合哈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哦 ，My God， 这个真的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几年来我完全没有办法突破这一关，好不好？那鸭仔蛋在这里有人敢吃吗？不多，真的假的？你跟你很喜欢。你们两个吃一个我看看，我就不相信鸭仔蛋是鸭子已经成型了，所以里面是一只成型的鸭子。然后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吃。我可能就先不看了。是吗？先不看。鸭仔蛋来了，它一半是蛋，蛋白的部分还在。打开我们看。这是蛋。好卖。好。好。这个是真哎鸭的形状。鸭像是一个。哦，那还好，这颗是没有羽毛的。啊。妹妹吃。妹妹长得很可爱，有点像印度人。看正了你。好不好吃？他们感觉吃得很习惯。天哪！但我还是没办法。这个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克服。没办法。好吧。你现在进去不会被狗咬了啊？不会不会，你看现在都是可爱。哦哦，可爱，什么可爱区？明明就有两三只大的哎。三二一。各位的饲主，你们放心把你们狗放在这里，不是、啊、没有欢迎，对，吃的都要来哦，好可爱哦。那所以你们平常训练是怎样？像现在他们就是在做一些服从的训练，然后还有一些障碍的训练，是哦。好，所以它每只狗训练的那个内容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它的专长不一样。对啊，这个狗可以当黄金猎犬，它一般是做什么动作比较多？找黄金。找，不是啦，那拉布拉多找什么？田布拉。只是乱讲，对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机场有机场没有这种工作犬，对不对？现在台湾是没有，所以都做得到的。他们也做得到。对，就是比如说我随便藏一个东西，然后它找得到。嗯，这个吗？哎呦，这个，这个是他喜欢的东西。对，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所以我随便藏，他一定都找得出来。不要偷看，作弊。好，来啊，他怎么是我啦？再见，他为什么一直在找我？他喜欢你。有吗？他的表情都不一样。这个给我，就生气是吗？这样是找到了吗？对，然后坐一下。真的，就是表示他知道东西在你身上。哇，厉害！哈，对呀，怎么变这样？突然变这样。好了，你把我们带来这个你的狗学校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看了你们神犬的表演，接着下来要执行我们的任务。我的板子上面有1到10种的美食，现在应该是用餐时间，应该吃个米食之类的东西，你觉得 OK 吗 ？OK。对，一二三，现在你要吃什么？阿婆寿司。不是的，
不是啦，不是，不是啦，这里有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吃阿伯寿司？因为阿伯寿司你们应该天天吃吧？阿伯寿司也很有名。对啊，可是米饭还有很多种啊，对不对？这里也有排骨啊，也有。很热，吃这个很清爽啊。啊真的啊。我们家狗等一下快递过来。狗快递寿司？对啊。哎呦，真的哎，好可爱啊！谢谢，真的谢谢。哇，限时专送阿婆寿司，真的。好好好，哇，好可爱哦。它就会陪着你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吗？它的功能是这样。对。是怎么训练？就它就是不错。只是我们在这边吃寿司，你们干嘛那么严格？好像在鸿门宴哦。怎么突然来了很多？最后一餐有吗？不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不敢动哎，我也不敢。我现在都不敢动哎，他就感觉被他闻过，他已经知道要看着你。哇，后面这只最沙，后面这只有鳄鱼的感觉，这只最漂亮。对，而且它舌头有斑点哎，舌头有斑点是代表是很纯的，最凶的。你以为你很凶吗？你也有斑点。这个好笑。哦，都是你啊！你那好来这里问的，学校在放假、啊，有木国小拜到啊，没有人国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这山里面要去问谁啊？啊，这里没有人。他有没有经过的谁？有没有？哦，哎，有车站。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开车的。哎，那是我多拜一下。对。哎哎，来了来了。你来问一下他。他问他好了。阿大伯。哎。好车吗？跑车开这么快，问不到。嗯、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哎，阿赖，怎么山里面会有这些声音啊？这火车吗？火车？这里怎么会有火车？不是火车，摩托车怎么都挤在一起啊？啊，不是啊，声音是从这里。这还不会轰马吗？哦，马在这里。哎，这个啊，没有啦，原来是有一个神经病在。自己你怎么在这里？自己在这干嘛？我在等公车啊。等公车，你要找一个这个是啊，避风池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公车太久都没有来，然后就趁一点时间够无聊啊，你就避风池啊。是是是是。你还有什么？马发情的叫声。马发情。马发情叫声。我也会啊，马，马，马，来来，马叫声，哈哈哈哈哈，过来过来，还会还有比如说像古筝的声音，哎呦，古筝，古筝的很少哦，哎，古筝，来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，古筝弹奏大黄蜂的声音。哎呦，这个厉害了，终于拿出真本事了。OK OK， 好吧，刚那个听起来都很普通。好，对啊，那现在开始哦。哎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是是是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把你会的一次拿出来。那我再做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，哎哎，变形金刚。哦哦，这个刚好你运气真不好。是是是，我是变形金刚的创始人。哦，真的吗？怎么说呢，宪哥？这是有弹想要咳出来的感觉。变形金刚就不能有弹吗？哦，听你的地方弹啊，对，听你的听你的。好，听我的听我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ransform it. 变形金刚。哎呦！我的女神，你准备？哎，这个教我一下嘛，教你了。你要压你的后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个吗？是是是。Ladies and。哎呦，有。好，再来，再差一点点。你现在是不是担心一下我就完全把你学光了？好好玩的，该你，该你，该你啊！一下就被他学会了。有位，在旁边偷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哦，这个要倒吸，你试一下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你在吸什么？吸田螺啊！拜托，过来，我以为很棒哎，我还有你的歌呢。啊，
后这样子。我、哦、还有他的歌啊，但是先别问了。他的歌每一首都蛮红的。哎，对，每一首蛮红。最熟悉的。最新的，最新还是国际上，我来帮他打听。新的，他来就是要打歌。对对对对，打呀。对对对，什么歌？你就唱你的歌。好。你用节奏来帮他 beatbox。对，节奏好不好？有。好。是有这个。这首歌叫做《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》。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我帮你。那个有吗？又有风了，是不是？吹风的呀，五百大哥的吗？好，预备起。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，你听不见我的心在喧哗。明明我知道，却装作没想法，是善体人意还是傻瓜？对不起，选一道菜是不是？对，现在你要吃什么？哇，现在我要吃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用不用声音来选一下？好的。我是要停的吗？花爷春季，可以吗？春鸡不好吃吗？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这个答案。对啊，这种东西以后就捋一下，不要让我们满山遍野。你要从三峡，这像三峡吗？这像三峡吗？这已经跑到，这只有山，好不好？那个峡不见，到处是山，一片绿油油的。没有，要不要去哪里？麻烦用那个跑车的声音送我们。好，跑车声音。车还撞车，我大家湾嘛过不去，好不吉利的感觉哦，好不吉利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再见，那我今天比巴掌，这个就是有才艺的乞丐。待会你的工作还没来，还没来，我继续等了，慢慢等，拜拜。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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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吵了，车来了。真的啦，我等下讲。哎呦，不要为什么要分手？我没有，最后就淡掉了。淡掉了，哇，那捡起来就好啊。缘分很难讲啊，突然间前面帅哥就来了，嗯，对不对？信不信？信，请看后面。帅哥来了。